DJ 语音 team 同老婆杨乐婷趁万圣节前后日子扮鬼扮马，杨乐婷放出一条变装影片，两人由正常装扮突然变成蛙鬼装束，杨乐婷更系超低空上阵。不过杨乐婷嘅仔仔见到妈妈嘅装扮之后，吓到立即喊起上嚟，场面相当搞笑。前港姐杨乐婷同 Tim 已经结婚八年，两人婚后育有一仔一女。杨乐婷经常会在社交平台大晒幸福生活，虽然她已经生了两个 BB， 但仍然保持到少女身材，因此被称为索爆靓妈。